也不知道是咱家哪位小可爱给我带来的好运哈！今天在海边偶然发现这么条鱼，身上扭得跟麻花似的，非常的可爱啊！如果你也是第一次见着这么漂亮鱼啊，记得给点个红心加，点上加号啊！喜欢户外赶海鲜、捉海鲜玩的，记得点上加号，看我马上直播。